开口宣讲神的道，经历生命的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新凯歌。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，在审判的时候兴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，你都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，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我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我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要提到耶和华我神的名。神是我的王，使我得胜。我靠神要推倒我的敌人，靠他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的人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。唯他救了我脱离敌人，使恨我的人羞愧。我终日因神夸耀，还要永远称谢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喜悦自己的子民，以救恩给谦卑的人做装饰。神发到我这里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他要补还我。求耶和华帮助我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敌人的就是他。神已经给我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我。靠着爱我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任何的事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，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胜利的新凯歌。愿神的话长存在你我心中。我们下期再见。